下面呢，请您欣赏歪唱太平歌词，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知道你们大伙是为了我一个人这么拍。您一个人？啊，你在这儿。干嘛装傻是怎么着？我这站半天了，我比你先上来的。是啊，好劲呢。没往心里去。我没看见我。我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这么考虑。哦。啊，我也知道大伙儿的意思是吧？嗯。但你先出来，我不出来，他们就走了。我至于那么惨吗？我这是没有办法，民心所向嘛，是吧？明儿做快匾挂你们家门上去啊，让大伙儿知道知道这屋里坐的是谁。怎么写？民心所向啊。你不认字？谁不认识字？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上来就别扭的。不是，我突然间觉得我跟你站一块儿，我这个挺耻辱的。我招你惹你了？我说相声来说都得找这门当户对的，能力差不多，找着能力差不多的。啊！我刚才跟后边想了半天，我觉得你不够有演员的资格。我怎么不够演员资格？真的啊，这同着大伙儿，我不能说别的啊。您说没关系，好了，这片接过去。您别这假大夫啊！您就等我，咱们出一个谜语，大伙儿猜啊。什么谜语？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怎么了？你说是怎么了吧？我也不往心里去，拉倒这事儿。这我往心里去，那你自个儿消化去吧，是吧？怎么消化呀？说远瞧灯笼大，是吧？对，你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上咱这以后，咱合作，咱还得时间长了。你说不清楚，大伙儿瞧瞧，搁在心里头。哎哎，急赤白脸这劲头，看见了吗？你拿我来说，我带线吗？我往心里去了吗？废话，你挤得完我了，你往心里去什么呀？你要这样话可别怪我对不起你啊。你干嘛对不起我？你说我今天我喝出去了。干嘛你啊？中国相声界最大的一个黑幕。你说我今天跟你大伙说。你说没关系啊。没关系，你来。要不咱改天再说。您根本就没得说。我说出来我怕你受不了。没关系，我承受得住。我为什么一上来对他这样呢？啊，这个人这个智力有问题。怎么有问题了？得，就说这样啊，不多说了。你也别往下编，你该怎么说你怎么说，没关系。打小啊，其实我们发小，打小小相声一块儿，那会儿他就不灵。怎么不灵？老师很为难啊。啊，我们这一波都来了，他这个怎么弄啊？嗯，上医院一透视，他那脑仁跟松子这么大，就这么点啊？半拉松子还是？松子一个都不到啊！就这脑子，你说不用他退回去，让人笑话。嗯，留去能干嘛呢？嗯，烧锅炉去。怕他偷煤吃。我吃煤呀，是怎么着？怎么办呢？得了，看谁最聪明。哦，郭德纲最聪明，你带着他，你这算扶贫了，知道吗？来吧。什么扶贫呢？我这才带着他。哦，你带着我做演员，他不合格。怎么不合格？不合格。怎么不合格？我们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对，他不全说，你说那嘴跟棉裤似的。他但凡说得好，不就站外边说了吗？为什么他哆嗦？你们知道吗？挡着呢，这桌子看不见是吧？对啊，对啊，哆嗦啊，这能扶点桌子，能站稳了。我要站外头都站不住，早躺下了，早躺下了。你站外边有一折叠床，你知道吗？我躺着那就改小品了，知道吗？啊，你别糟践别人，咱就说你。学，你说你能学什么？什么不能学？你学狗看看。我这挺好人，我学那玩意儿的。你看看学不了吧？逗你，也别说看着倒挺逗的啊，挺逗的。看着逗像话吗？唱也不会啊。唱我最拿手。大伙知道五音不全，就剩一个音儿是吧？剩一个音倒是也唱。哦。咱别提那个了，成不成、啊？真正的唱他都不懂。唱怎么不懂啊？说相声的唱什么呀？你说呢？唱太平歌词。这是我们本门唱啊。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你就不算一说相声了。对啊，四门功课短一门。至于唱戏、唱大鼓、唱歌，那是学。嗯，学唱是啊，知道吗？你看我们有一个乐器，嗯，看见了吗？是，两块竹板啊，竹板这叫玉子。对，说相声非得会这，是吧？嗯。
不会这个哪行啊？是啊，唱起来也得好听啊。您唱吗？啊，您会？你看，你看，你看我这意思，你看。什么意思？您唱啊！花点儿，花点儿，你打完了你唱，好听，张嘴，让你来段小曲小曲。啊，你唱。嘿，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环奇花异草，四季的清香，这春游苏堤桃花柳绿，那西崖上荷花映满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泊舍下雪，在这上天又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啊、嗯、什么叫鼓掌啊？行，你别给他鼓掌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您就唱这么几句，还舔着脸要掌声？这个一般就没有，怎么没有？尤其他这个啊，智力不行，知道吗？您还挡着干嘛？您瞧我这，他后期啊，在我们团里边就跟厨房忙活，厨子。你要问墩上面二，这他内行。您啊说话太损啊，知道吗？啊，咱抛开别人不谈，就拿我来说啊，小时候也是科班做科、啊、也学过这个四门基本功课，这唱本门唱太平歌词我们也学过，知道吗？哦，说什么关什么呀？抬杠比打花挣得多是怎么着？您这什么话呀？这叫我问你啊，我刚才唱的这段白车传是什么名字？未必记得住。我说啊，您是拿我当傻子了，还是您自己是傻子？啊，你就说吧。您都说出来，我还说什么呀？《白蛇传》呢？嚯，这药别停啊，管用。干嘛？我这药拿的，管用。看出来咱这人厚道了吗？厚道啊！给他递话让他明白，这同大伙说不上来，嘎嘣搁这儿，我心里受不得。我不用这个啊，不用这个。你要这样话，这可不合适了。怎么不合适啊？同大伙，你这是栽我呀？干嘛？这抬杠吗？我要是再来一段，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您唱哪段，我都知道是什么。好，我再给你唱段《韩信算卦》啊。哼啊，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灯陈贤王安。行了，有人啊，行了行了，别往下唱了啊啊，换段别的。你他不知道吧？他不知道吧？我废话，你前面都说出来，你再让我说，我说出来也不好，不说出来也不好。啊，我说什么了？哦，你不记得我俩。搅和吗？你们就好，您说什么？您不记得啊？韩信算卦呀？哦，了不得你啊！我再来一段你就不知道。唱啊！你唱唱唱啊！这是抬杠啊！这是啊！你就不知道？你会不会啊？这会你唱。那庄公闲游楚汤城西，听我的，别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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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庄公闲游楚汤城西，您要唱这是劝人方，对不对吧？讨厌的这个人看见了吗？什么讨厌？讨厌啊！你们几位也真随和，还给他鼓掌。怎么？我说对了？哪儿你就对了？怎么不是这段啊？废话，我唱完了吗？说，哎，我把这几万句唱完了，你说哪有那么长啊？哪那么长？我没唱完呢。庄公闲游，庄公闲游多了，还有什么？废话，你唱一千多段呢，听这都过日子心，你知道吗？不至于，我跟你能一样吗？我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嗨，我就甭提这个了。您这句不是这句，你唱能跟你一样？我往下听，嗯，我看怎么不是这句。一样吗？是你没唱的能一样吗？那庄公，嗯，
唱。烟油，出趟城西，出趟，城西，南北角，斜着枪下去了。哎，这学术性太强了。这有什么学术性啊？这个城南北角啊，城南北角，跟你一样吗？不一样。你有吗？没有。你会吗？不会。你不吗？不。哎，不，哎啊，唱起来我服。啊，往下唱，这多了，这知道吗？哎，这太多了，这。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好唱，瞧见了，我舅舅，今天，他要歇班。你舅舅歇班让我们瞧见了。我舅舅，国庆节放了这30年的假，让人开除了吧？他要到北京下大会，去听段相声。哎，乐呵乐呵。我舅舅，是我的舅舅，他是个男的。废话，我是他的外甥。还外甥呢。我愿意他来听我的相声。哎，好。我舅舅，驾着狂风来的多么快，让风刮来的呀。拨开了云头就看个分明。哦，又驾云了。我舅舅说，哎哎，郭德纲，他的舅妈，我的老伴儿，你快点出来呀。哪儿藏着呢这位？我舅妈，电不宁腰上了云头。好，真灵。他二人以前以后，飞得多么快。好，飞了。我舅妈说，说亲爱的，还逗闷子，我的老头子，这怎么那么花板？这管什么呀？我的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我什么都有。我的舅舅，说，是，哎呀，哪那么些感叹词？哎呀，哎呀，你瞧见什么了？哎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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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乱七八糟。我舅舅说，完了，谢谢各位。什么就完了？这深了啊！行了，这跟昆曲相提并论，你知道吗？听说过。这个创作的思路很前卫。行了，您呀，哎，行，甭说了，您呀，哎，唱什么了？这好不好？好什么呀？哎，什么都没听见，弄一堆话左脸，完了。这深了，这艺术什么深了？这是艺术，说实在的，好听，好听。我说，哎，啊，您那段唱完了？唱，唱的不错。好啊，再来一遍怎么样？天不早了，家走吧。别哭人，等家垫着，家走吧。哎，哎，这不有说的吗？你们不听完了吗？不过瘾，还听？哎，对，真听。来吧，别耽误你们功夫，我说。没有。啊，我们都请好30年假了。哎，好，真要听了。哎。你也要听啊！听啊！好，嗯，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甭说了，再来啊！来吧，错不了是吧？唱，庄公，先由出趟城，南北角瞧见了，我二大爷骑着一辆自行车。他要不看我的，不是你等会儿，不一样了啊！啊，刚才你舅舅现在给二大爷了，对呀，啊，对呀，怎么对呀？这就对了，怎么这个玩意儿，他就一次性的，没听说过。下面请您。
欣赏相声《王二姐私夫》，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今儿又不少，我很欣慰。老词儿，老词儿听的是味儿。楼上楼下啊，好几万人。哎，您听这味儿，包括天桥、长门地区。我说这儿也没那么些，很多朋友都站着。哎，他站票了，这么些人都站着，是没座儿。不落忍呢、啊、不好意思的都是花钱，人家凭什么就站着啊？我陪你们，有座你也不能坐呀。我要坐下我对不起你们啊，您就站着吧。我也站着啊，观众跟我们都很熟悉，哎，都成朋友了，好多人我都认识。是啊，很多观众我都跟他们吃过饭。没少蹭啊。您这也闪一板落在眼上。你打那边来，我打那边来。别捣乱啊，听相声别闹啊。不许超过我的声音。观众演员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朋友。哎，应该是这种关系，而且是好朋友。哎，关系近，不管您什么身份。嗯，你什么大亨啊？大亨。老板呢？大款。非洲的酋长啊？啊，哪个部落的娘娘啊？嚯、哦、人上这儿来呀、啊、那有准吗？是吧？没准儿。往这儿一坐，没有身份高低，哎，都平等，咱们是一样的。对，而且我认为啊，北京德云社现如今还有一个功效。什么功效？解决了很多单身男女的问题。还有这功效？有。是吗？你不爱留神，我爱往心里去。来，您解决不少次、啊哎、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一人来，嗯，来了些回就俩人了，啊、哦，就交上朋友了，多好啊！哦，听相声还能搞对象，啊，嗯，进门交20块钱，嗯，挑去吧，好嘛，也有拿我们这儿当婚姻介绍所的，是怎么着？是不是？嗯。20块钱也不叫多，嗯，找婚戒200下不来，对，还托还多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对咱们的相声的前途啊，嗯，一点都不担心。哎，不说相声，干点别的，咱们也能活。这个地儿很多青年男女，嗯，从不认识到最后，现如今有处在热恋当中。哦，热恋了。哎，我很高兴。哦，我很高兴。嗯、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那倒是。你请他外边吃顿饭去，你得花几百。对，这个坐这儿，嗯啊，俩人一人20块钱，哎，40，弄点瓜子儿，嗯，来壶水，是几十块钱，两人完事儿了，哈哈一乐。对，多好。是，当然了，你也不能说图省钱才上这儿来。嗯啊，保不齐演出完了出去吃顿饭。哎，谁不吃饭？是不是该花钱花钱？嗯，赶上女朋友过生日，哦，买个礼物，那是应该的，送个东西，嗯，这不能吝啬。哎，不能小气，是不是？嗯啊，也不是说，不是说小孩没钱，哎，都挣钱了。你像我当初搞对象没钱，那没辙。哦，那是话说来年头长了。哦，1920、你爷爷的事儿别说，就是我小时候。哎，说您，我那是我搞对象的时候嘛。啊，几岁？4岁。4岁，
不是四岁，太小了，十四，那也小，十四有这想法是吧？嗨，十八到十八还差不多，十八岁那年啊，认识我第一个女朋友，哦，初恋，特别好，不让我花钱，哦，他全他花，跟我说你花什么钱，也没钱，哦、是送东西干嘛？别送，啊、别花那钱，记住了，1000块钱以下的你别买啊。啊。就要1000块钱以上的，疼和我呀啊！是疼和吗？这个我很实在，嗯，从来没给他花过钱，那、啊、就不买了。后来他过生日，哟，你说这多缺德！过生日怎么叫缺德呀？躲不过去这玩意儿，这非送不可。嗯，买什么呢？是吧？嗯，说你喜欢什么呀？嗯，那咱门口有一古玩店，嚯！那摆一大花瓶，嗯，那个我很喜欢，真张嘴啊，嗯，我就看去了吧，嗯，大花瓶跟那价儿一人高，嚯，我说这多少钱？嗯，经理乐，这没多少钱，嗯，7000，这七千，我一个月零花是30，且凑不够呢，那个我攒够了，他孩子上高中，好嘛，那还送他这管什么用啊？眼泪哗哗的，啊、老天爷，啊。谁能帮我一把？经理问我怎么回事？哦，我把事一说，女朋友非逼着我买这个。是，你怎么没钱？经理说没事，我帮你吧。哦，这原来是一对儿。哦，那个呢？碎了，碎地上刚摔，一大堆碎片。哦，给你装一箱子。嗯，拿走。干嘛用啊？啊，你先去，我们打包给你送去。哦，啪扔那儿了，一瞧，哟，碎了。把你钱花了，有那标签哦，那价签呵，我说太好了啊，救你一命，谢谢您吧啊，谢谢您吧，我去了，我到了，我说给你订一生日礼物，你最喜欢那个，一会儿就来了，大花瓶，一会儿送来，一进门我一接，嗯、俩人假装没弄好，啪叽掉地，哗楞，真，哟，我这坏碎了，那得打一看都是碎片，哎，碎片是碎片，怎么了？每个碎片都包着一个兜啊。点那么包装的呀，服务太周到了，好嘛，过了，这怎么办？气得我呀！啊，女朋友转身就走了。哎，对，明白了吗？上那商店找经理打架去。啊，说你是人吗你啊？你这不回我吗？啊，他乐了。是啊，几千块钱舍得花。嗯、啊，我能让我闺女跟你吗？啊，好嘛。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哎，我也不爱提这个，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啊嗯、事儿过去就算了，嗯、啊、没有别的，希望咱们这青年男女啊好好过、啊、对，有好日子得有好过，哎，得好好过，国家提倡一夫一妻，是仨人好好过日子，对，你先等会儿吧，不是闪文，你先别往下说。一夫一妻，仨人好好过日子。对呀、啊，您算得过账来吗？废话呀，怎么仨人啊？一夫一妻啊，俩人，一个夫人，一个妻子嘛。好嘛，没听说过啊。仨人好好过。这不，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啊，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怎么了？一夫一妻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不是一个夫人一妻子，是吗？啊，那现在叫二奶，那不让提这。是他们骗我？哎呀，您还真信呐？好嘛，我总而言之，我是好意啊，是不是？同您大伙儿，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嗯，就是咱们好好聊聊。哦，好好聊聊，听相声是您生活的一部分。对，希望大家都幸福。嗯，千千万万注意，这男的呀，嗯，不能够节外生枝。不、啊，聊天可以，就别往桌子上坐了，上炕上惯了。好，好好过日子。哎，向于老师学习。啊，我。于谦的生活很幸福啊，我是不错啊，嗯，买大房子，哎，对，楼下200多平米，反正不小，190万，哎，是，这房子190万，装修用了2000多块钱，那没装过，扯了，等会儿，您数一数，2000多，这数得过来这个。甭数了啊！这190万的房子啊，我装修花2000多块，里边没门儿这个。
买纸篓就花了2000多。我要那么些玩意儿纸篓干嘛呀？你爱脆弹呢是吧？这房子我住不了多长时间。啊，说这意思，嗯，这意思。有钱一进门啊，护我，嗯，迎面啊，一进客厅迎面挂着12块表，花那么些表干嘛？英国时间，美国的，印度的是吧？我开一酒店啊。有钱吗？有钱挂那么些表没用啊，这撑的呗是吧？这糟那是撑的呗，就是有钱啊。这现在生活幸福，我们嫂子也很好啊。俩人一出去，大伙看着都羡慕。哎，是说实在的，于谦当初搞对象太狠了。怎么了呀？他这个脑子呀，反正怎么说呢？这是去年刚开化。我这晚点吧，这个原来这智力也差着啊。我们做过 X 光的透视啊，那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就这么点儿，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知道吗？好嘛，搞对象不懂，一概都不懂，啊，这开窍晚，25、26了，跟傻子似的，还不明白，一天到晚坐屋看书，哦，就爱看书啊，看闲门书《聊斋》，哦，学《聊斋》，看《聊斋》，拿那当真的。哦，这也当真疯子嘛。 啊是拿聊斋当纪实文学那么看。太不开窍了这个啊，还跟我说呢，你看，哎，你看人家这都跟仙女跟狐仙结婚，哦，我什么时候啊，不是你有病是怎么着啊？那你找仙姑去啊？那能找吗？嗯，你能跟仙姑结婚吗？找去能吗？啊，跟仙姑结婚我就是仙姑姑了。仙姑父有这词儿吗？我说人家还有女鬼呢啊，我就是鬼姑父了，鬼姑父了。我还有神仙呢，啊，我神姑父，神姑父啊，我还有蜜蜂呢，啊，风姑父，风姑父，离傻姑爷就不远了，这好嘛啊。我找去，我得找去，真找，扔了书啊，奔西山了，进山了。哎，打对过来仙女，哦，手捧清泉款孙悟饭，好家伙，吃完赶紧走啊，走5分钟又回来了。干嘛？我想你了，看，嗨，那么远就甭耽误功夫了，知道吗？两口子过日子就怕逗闷子。怎么叫逗闷子呀？闲的没事啊。你爸爸不就是一村长吗？你看我，啊，我是一捧哏的。我了不起，知道吗？嗯，你以为你不错？嗯，我们后台那刘云，刘云很好看，大个儿啊，要什么有什么。说想说刘云天啊，说是刘云啊，哦，没天。媳妇儿一琢磨，刘云像个女的名字，哦，打这起就盯着你。哦，这没有必要的事儿啊。瞎琢磨。你睡着了，媳妇儿坐起来，嗯，啊，拿袜子套在脑袋上。干嘛呀？打手电翻你的衣裳兜，检查呀！啊，改了特工了啊！嚯，翻数你的钱，嗯，看多少钱？哦，啊，看短多少钱？是啊，100短了就短了。嗯，保不齐跟朋友吃顿饭什么的，那就花了。看看有没有别的相片，有没有啊？哦，相片不行，就怕这个，哦，就怕有相片，知道吗？郭德纲的相片有一个车都没事啊，那搭档嘛，就怕有张张曼玉的要亲命啊，张曼玉都不成。你看，就你媳妇哪看过这个去啊？这急了，坏了。跟张曼玉怎么怎么样了？好嘛，两口子打架啊！还有这演出票，票怎么了？一张也没事，单人自己去的。对，3-4张同事一块儿，这没事。就怕两张，你不定跟哪个女的去的。嗨，所以我郑重其事的告诉大伙儿，啊，出门把票都扔了。好嘛，没人这么琢磨，也没事找事。嗯，啊，两口子过日子，有了孩子了，这家里更热闹。添一口人，添一口人多好啊！啊，可是正确教导孩子也很重要。哎，得教育好，是不是？嗯，家里这正忙活，要吃晚饭呢。嗯，这忙活着呢。哦，一推门，孩子进来了，哎，哭了。哟，这怎么问问？得问呢。啊，小谦儿，哎，哎哎哎哎。哎不是你咱们哎爸爸不叫哪儿啊哪儿啊怎么着别叫怎么叫这名字别叫别叫这个没我什么事啊好好啊不叫名字对儿子哎还是叫这个吧，啊，还是叫这个吧你看他这跳飞减肉嘛什么呀怎么回事哎问问为什么哭啊哎张爷爷打我了嗨你看，这男的急了，你怎么打孩子？这么大岁数，啊，我找他去。那就问问呀，媳妇要会做人，会做事的，怎么办？就得拦着。哦，嗯，别闹，谦儿，还是我。
怎么回事啊？张爷打我。哎，不许说谎啊。嗯，张爷是那人吗？就是打你小的时候，张爷多喜欢你。哎，那么疼你，背着你，抱着你，嗯，给你搁肩膀上，嗯，那么张爷的肩膀压成那样了。张文顺呐。你记得你去年淘气吗？嗯啊，这张奶奶熬了一锅汤，搁在院里边，你把你爸爸的袜子扔里头了。嗨，人家老两口打起来了。嗯，张爷还埋怨张奶奶，怎么说？海带为什么不切？嗨、哎，这爷爷眼神太差了。啊，张爷喝完都中毒了。不至于。啊，人好了之后，人家都没说过你，没打过你。你看看啊，怎么会打你呢？啊，你准是淘气了，哎，知道吗？别闹了，去洗脸去啊！饭熟了，一会儿那卡通片演了，哎，动画片看电视，小谦的故事啊，离不开这个似的。说这意思，说这意思啊，行，很好啊，哎，这就劝过去了，这不就过去了吗？啊，你就怕这个，一家子糊里糊涂哦，没事找事儿，怎么要了亲命？不行，你这丈夫回家了啊，嗯，下午六点半下班回来了，推自行车回来哦，大杂院，一瞧自个儿那家门啊，嗯，锁着没人，那帘儿都挂着呢。哦，瞧这讨厌了，掏开钥匙，开个门进去一瞧，嗯，被窝还没叠呢，真乱。头天那痰桶跟那儿满登登的，还有呢，赶紧端出去倒了。嗯，找吧，大杂院，自个儿媳妇不定跟哪屋呢。哦啊，人上哪儿去了？干嘛去了？这屋蹭这媳妇出来了，嗯，喊什么呀？哦，讨厌，你真不开壶，这几把牌打的玩牌的，那你这二年怎么了？就不开壶，嗯，二年不开壶啊，要我这脾气比他还大呢。回去吧，进了屋了，你也不叠被啊？叠什么呀？一会儿不还得睡了吗？好嘛，痰桶你也不到，嗯，放那玩意儿干嘛呀？嗯，吃什么呀？买去买去买去，现买。行，我买去。嗯，转身出去了，买点饼吧，省事吧。嗯，买点饼，买点火腿肠子，乱七八糟的。嗯，买点回来，来吃吧。吃啊，大饼卷那肠子。嗯，讨厌，就讨厌吃这东西啊，还挑眼。鱼翅捞饭多好啊，是好。拿饼没法加。废话，有烙饼卷鱼翅捞饭的吗？我挣多少钱让你这么吃？嗯，再一个也架不住你收钱的呀。嗯，是。别废话，别废话，谁要出钱？我那年还挣6毛呢，知道吗？好，没二年以前的事了。吃着正吃着，门一开，孩子进来了，哎，哭了。怎么了？怎么了？张爷爷打我，哼，你瞧瞧，这么大岁数欺负孩子，嗯，我打着算账去啊！真去啊？你瞧这媳妇得拦着不拦着？对，不，你找着算账去啊！你打得过人家吗？哦，张文顺多大能耐啊！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人练过，一看就是这样练过。那是武术的架子，知道吗？没听说过。听说架子扎歪了，知道吗？纸架子呀，你打不过人家，你还跟人家拼呢，他，啊，你倒霉德行啊！嗯，缺德孩子也是，蛤蟆转长虫，掏上一王八，三辈没眼没玩意儿，哪儿这么一套一套的？啊，缺德的挨刀的，啊，是你弟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啊！你还要跟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啊，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你啊，胳膊像葱管啊，手指的像烟卷，脑袋像小碗啊，就你那脑袋还没人张爷那粉刺大了，知道吗？好嘛。有那么比的吗？你那是作死，就是回来吧，别去了，拿着菜刀玩命去，这样的日子你说怎么过啊？不能这样，鸡吵鹅斗，家里边必须保证不出事儿。哎，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很主要。对，从古到今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哦，还有故事啊？你说梁山伯祝英台，梁祝哀史啊？你说说玉堂春？哦，王三公子啊，王三公子，对，都写了很多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对对对，包括武家坡。哦，王宝钏看过吧？哎，知道这薛平贵、王宝钏。对啊，王宝钏、王三姐苦守寒窑，嗯，18年多不容易，等丈夫回来。嗯，没回来，没有吃的，嗯，拿小铲出去挖野菜，你看
吃野菜充饥，糊口，等了18年丈夫回来了，嗯，当了皇上，嚯，骑着马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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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走到武家坡一勒马，瞧见自己的妻子跟着挖野菜，嗯，啊，心里不是滋味，对，两个人见面一聊天一说是夫妻团圆，哎，好了，还有一句唱啊，什么唱啊，嗯，老生有段唱啊，是吗？给定银子吗？是的媳妇吗？怎么说的？这顶银3.7，拿回去买烧鸡，买苹果，买鸭梨，买一把刀，我得了你就笑笑皮呀、啊。谁说的？哪有这词儿啊？老词儿嘛，什么老改17得了？这都现代这个。谁说的呀？老词儿这解放前没听说过都啊。嗯、啊，就说这故事。啊，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用处。什么？王二姐四夫回碑记，哦，摔镜件，哎，这知道吧？啊，知道这个民间故事也是这样。嗯啊，这个王小姐，她的这男朋友叫张廷秀，嗨，赶考去了，一走、嗯、走了6年都没回来，哎。他每天跟这儿等，嗯，自己的父亲也好，别人也好，威逼利诱劝他改嫁，从来没答应过。哎，对，终于把丈夫盼回来了。嗯嗯，很多的戏曲曲艺形式都唱过这个，哎，都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嗯，在民间一说王二姐四夫，没人不知道的。哎，这都知道，是不是啊？对对，你说评剧啊、大鼓啊、莲花落啊，都唱过这个。嗯、对。各有侧重不同，都有这段子。你像评剧唱这唱的多，评戏啊，王二姐四夫哦，大回杯记是是，尤其后边小生在花园里唱完之后，嗯、啊，后半段有这么一段滚板唱腔，嚯，这个很好，嗯、啊、嗯、啊，因为什么呢？啊，他不用文场，只是拿板和鼓壳着，哦，这只是武场，要求演员这嘴里边得干净。您给来来这段怎么样？好 啊，来来这段滚板。唱不好没事，大伙儿鼓掌不唱不合适啊，那您就学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什么味儿啊、嗯、一病三月无有灵，殿前饭钱全落下，无有银两把账清，掌柜的一剪红了脸，李师哥将我赶出店门厅，二哥我们门出在无忌奈，花子堆里的把身容，有名花子360，无名的花子数不清，头一个花子叫赵普，他的名字赵瑞清，二一个花子叫海瑞，他的名字叫海刚峰，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李富李贵二弟兄万岁爷，开了澳洲厂，州厂的老儿叫烟风，那老太快的是见得见得满地满，撒地撒来平地平，众家花子动了目，五朝门外打烟风，自从打了燕阁老，热闹万岁把气生，万岁爷传圣旨将我们发配到苏州城，别人发配骑马坐着轿，二哥我是八个镇子抬着一个小木火龙，发配来在苏州地，才与二位得相逢，这本一王真情话并无虚假，我把二位奉。嘿、嗯、真不错，好听啊。啊，这是评戏，评剧，东北二人转唱的唱的也多，二人转啊，二人转唱这个王二姐四夫也有这段子，回杯记，嗯，小生在花园的时候唱那个调叫穷棒子调，嚯，学名叫靠山调，嗯 嗯，4万多句啊，那么长，下午就来回唱呗，好嘛，全是废话，可是好听，嗯，咱学不了人这个味儿，大致是这样的，您再学一学，词儿多啊，简单学这么几句，嗯嗯，张廷秀未曾说话，身打一躬啊，口多。想当初我家不在你们苏州住，家住在山西县洪洞，只接因洪洞县里连遭荒旱，一连4年未得收成，头年荒旱没下雨，年头上被大水冲，就数3年清苗好，5月13的起了蝗虫，第4年5月12下场头雨儿啊，直下到8月16才把天晴啊，哎呀哎呀哎呀，
人愿唱这个。咱们曲艺里边来说呀，很多曲中也唱什么呀，早先京韵也唱，后来不唱了。哦，西河有这段。对，我认为铁片儿它就特别，这是烙挺大鼓。铁片大鼓唱这个幽默诙谐，很多演员都爱唱这段啊。是吗？听起来很好玩。这么着吧，您再来了这铁片大鼓的这个铁片的王二爷送我。哎，对对对，八月里的秋风阵阵凉，一场这个波龙严霜儿，一场小严霜单打独根儿草，挂的边儿摔子儿啊，在桥门儿上燕飞这个南北。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苏州城住着一位王老员外，家大这个也大，光有余粮，细细呀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儿啊，姑娘她是长大成人许配夫郎，二姑娘许配了那张廷秀啊，大姑娘许配了则子叫赵昂，赵昂则到南京去把官做，王大姐就是啊一个那做官的娘，张廷秀到南京前去赶考，一去了六年啊未转还乡，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穴位有点撑地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赶紧的搀着二妹妹干嘛去趟茅房，饭桶啊，请您欣赏相声《文武双全》。在相声界啊，有这么一句话，相声界呢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那么在最早啊，这个文章会和大保镖本是一段相声，文章会呢仅仅是大保镖前头的一个电话，后来呢给他分出了这么两段相声。今天郭德纲、于谦二位老师呢又要恢复到咱们最传统的演出形式，那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文武双全。来这么些人啊，我很欣慰，打心里我这么痛快啊，高兴吗？我高兴。嗯，我待会儿一人给你们写幅字儿啊。今天有不少人求字儿来了，求您的字儿啊？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你孤陋寡闻呐。我知道什么呀？ 你得寡了。我什么罪过啊？我就管寡闻吗？寡闻就是寡人，您说那是孤陋寡人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你不认识我？我那不认识。你不看报啊？报上有您。您、哎、这什么感叹词啊？您我对你很失望啊。我还真不看呢。不看哪儿？报买个挂历什么的，月份牌
您啊，上挂历、月份牌都有我，好些个都有我啊。你不知道？不像您啊！你看这个人啊，嗯、啊，你得学习啊，同志，不学习你就落后了啊！我还真没看过，在写这方面我是专业。写什么呀？什么都写，书法吗？都有，毛笔的都有，毛笔、钢笔、铅笔，啊，都写，铅笔都写呀、啊！大文学家，都是文学家用铅笔啊！我还写写电视剧、电影，编剧，对，编嘿，哎啊，我有认识的吧？大电锯嘛，啊，木匠啊，不是，我电影的编剧嘛。编剧啊，编剧，编写剧本，编剧对，不是电锯。哎，你这个嘴有毛病啊！我有毛病啊！编剧，哎，大编剧，对，前些日子刚写一个，还比划呢，还大编剧啊！写刚写，塔拉是条狗，我写的，正写续集呢。是啊，于谦是个猪。哎呦，我是啊。没有我是啊，捧你啊，有这么捧人的吗？这个不捧你啊，我嗯，我一捧你就红了，真的。你看，三天你自己那个力量是薄绕的。哎呀，你们爷俩这嘴都该石头石头了，非得我这样的啊，我捧你，你就红了。啊、您捧我就红了，绝对，我捧你就红了。嘿，咱这个学问，咱这个文化呀，在这说的。您中午吃的烧饼是吗？讨厌啊！您这烙烧饼呢吗？不是，不是，我这个学问呢，啊，上这么些年学，大学里待这么些年，是吧？哦、您还大学毕业？哎哎，咱别老用这一惊一乍的，行吗？大学生。学生啊，大学生，大学生，哎，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管呢？你不怀好意，你不怀好意，这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呀？你心歹毒，怎么亏心呢？你，我问问您，你是好人吗？你凭什么问我？我干嘛就得告诉你？我跟你过这个吗？你死不死你？我招你惹你了？咱讲理对吗？你问着吗？我跟你过这个是吗？不是，我这不是关心您吗？您这啊，好赖不懂。我问您哪学校毕业，不是关心您吗？闲聊天是啊，是吧？您是哪学校毕业？我啊，清华的，清华池的。澡堂子出来的，人家脸长得啊，倒霉德行，你看脸。您先别说我啊，你说那是虎方条那儿，您不是那儿，我们是湖广会馆对过，一样，都是一地方那个，哪儿啊？都是一地方，哪儿啊？清华池啊，呸。后头青花池后头池子后头烧锅炉这热水吗那个锅炉后头啊刀脏土你带着刀了吗借我我借您干嘛呀我囊死你我您想杀人都不带凶器您好得了搞不了这甭比划了甭比划了过来吧说这事儿，你他小瞧人，谁不我打小上学，咱们清华大学上这么些年学，哎，爸爸这么大啊？不是不是不是，校长熬死好几个，你知道吗？等会儿吧，等会儿啊，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上学，您刚才说什么？清华大学啊？不是清华吗？啊，对，清华，清华吗？清华，你管着吗？你问这个呢？讨厌我哎您记住了啊啊清华大学啊以后这么蒙人去啊清华嘿清楚了对吗嗨先问呐对了哎对清华大学哎清华哎清华大学咱是那儿的大学生那儿毕业的嘿哦琴棋书画上课奔走辅具是吧还奔走辅具小嘛是吧大学什么课都有上什么课啊什么都有画画画画书画哎怎么烫头啊您说这是你讨厌你个
个这人你怎么说他不没有文化，写字懂吗？不书法吗？毛笔字毛笔字见过吗？墙上写，墙上不让，现在不让。嗨，什么时候也不让？纸上啊，纸上吗？写吗？是吧？哎呀，这哪儿找这么大纸去？纸上写字吗？写毛笔字吗？啊，也练书法就行。废话，废话，也练，就专业干这个的，专业书法。这练完，练完，写完，卖去，卖去，外边卖去，还卖？多新鲜呢，还挣钱呢。呵呵，学校的黄钱哪儿来的？写字卖钱，卖完了，支援我们学校教育。人就说交房钱就完了吗？对啊，写字写完了卖。哦，还卖去？卖 卖, 卖。您在哪个画廊那儿卖啊？啊？哪个画廊那儿卖？哪个画廊卖？不卖，买。我这是打听您工作的事儿，私生活我们不了解。怎么没听懂？怎么回事？我说您哪儿卖那画？画廊？不画廊，写字吗？写字您不得卖吗？画廊干嘛呀？哪儿卖呀？街上啊。大街上啊？对呀、啊，街上、小区门口都行。怎么这地方啊？为人民服务嘛。哪儿需要哪儿去，知道吧？哦，就在那儿卖。要是庙会，这最好，这个是吧？还是赶庙会，庙会卖的多呀，庙会卖多呀。哦，北京这庙会，哪个公园赶上了，这发财了。嘿，平时差着，平时差着。哦，当然了，为了满足北京老百姓，是吧？嗯嗯，我们也得加班加点儿。哦，哎，早上一睁眼，这就排队等着。对，求字的人都满了，这站着，这都站好了，都排着队。哎，我跟这儿啊，我跟这儿，我把我的字台都支好了。多少钱一张？啊，您这字多少钱一张？就外行吧，字儿有论章的吗？字儿吗？不论章。那咱就裱好了，那论套。写字论套。那对呀、啊，给人裱得了一套一套的嘛。哦，精装的，您说的。啊，对呀、啊，裱得了，这都站好了。啊，师傅，来一套。哎，怎么着？啊，嗯、啊，弄。这一套一套的，一套一套的啊！那您挣钱了，这么说？那还是挣什么？庙会还行，庙会还一般，反正百十块钱、几十块钱也有。要闹天要亲命了，二三十块钱也是有的。这一套、啊、就这么一套呗。呵，一套。哎呦，您、啊、这行，当然了，咱们也不辛苦，几分钟就一套，你也不受什么累。嗯，您这一套几分钟就一套？对呀、啊，我这站着了啊，我这正把这笔都砚台这都准备好了、啊、哦，搁这等着吧。是，求字的都来了啊，还好了啊，等着别闹，你几套？两套是吧？啊，你几套？一套好。啊，拿过钱来，搁好了。是，给他们先做纸。不，你脚别这滑了没？啊，这纸都现做呀、啊！你看，你对得起这两块钱呢？你要说头天弄得了，哎，这、哎、不，你等会儿，你先别问啊，两块钱，你打算卖三块，你要疯啊？我都两块，是吗？指的这个，你想，这蒙人门也没有啊？不是你，你卖的是老鼠户。便宜了，就这意思。人家书法家一写好几千，好几千。咱是面向工薪，知道吗？这还面向？你卖五块一套，你要疯啊？对吗？就两块钱就行了。两块，两块，这儿开始要吗？要开始，先做纸。怎么做纸？做面巾纸。啊、哎呀，哎，越说越不像话、啊。怎么了？写字嘛，这宣纸啊。你这不宣，这不能宣，知道吗？面巾纸，面的，面做的。跟金颜色的面做的，呵，要亲命，这人没早起过，我告诉你啊，这爱早起什么事？怎么个意思？你面巾纸怎么做呀？面做的啊，金色的，往上撒金，呸，两块钱够金钱吗？你这坑我们，我连紫台都得饶进去，你知道吗？怎么个金黄色？就是弄鸡蛋不就能做出金黄色的吗？把面摊好了，让搁一鸡蛋。啊，不行，这先弄面，弄完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特制的笔呢，有一转，哎，啊，拿过鸡蛋来，啊，哎，都多了，哎，范、哎、儿
二正，哎，一翻个儿。好，我们这边有这个，也有课本啊，也有这镇尺，镇尺是这么长的啊，拿过来卷。有人愿意用课本的，单给拿课本，不方便。薄脆和油条啊，课本。拿我这毛笔来，知道吗？嗯，给他写字是吧？我那墨都搁砚台里边了，酱酱乎乎，甜不丝的，甜面酱啊，刷刷完要朱砂不要？要少来少来少来，这朱砂来多了可对嗓子好。一套来，走，这是您的这个。摊煎饼的，讨厌！废话，您这一套可不是摊煎饼的吗？有学问吗？我也早起过，见过这个啊。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说话啊？他哪懂这个去？是不是？我们做学问，这是什么学问？你看，这咱实话实说啊，你算吧。哎哎嘿，手脏了可不干吃食啊。我们有掌握，我们擦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裤子，这说好好话。做文章啊，嗯，大学校，我们都是从华大学的嘛，清华啊，清华。我那个字台一年四季底下生着火，知道吗？啊，对，要不怎么做您那字？大小的砚台啊，嗯，这课本一摞一摞的。咱别提这个了啊，就您那一堆佐料，那是你讨厌，你看瞧不起人。嗯，很多的文人墨客到我们学校来参观。哦，还有文化的人去。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啊。金庸，哎，金庸我知道啊，大文学家那是。你知金庸啊？那武侠小说多好啊！你也看小人书？小儿书里哪有金庸啊？这好些个都是你写的吗？好些个是写好些书啊，《鹿鼎记》啊，《天龙八部》啊，是《金瓶梅》啊。对，哎，对，西门大官人没哪有？都是金庸写的吗？您就看过这一本吧？啊。没有，那不是，我喜欢看他的啊，人家了不起，在香港住，对，称是武侠中的圣人，写得好，金圣人，是是是，金圣人在香港，嗯，啊，一瞧报纸上登，哦，北京有高人，哦，叫郭德纲，哦，有您，文章非常可口啊，这位都饿疯了，这位，金先生很高兴啊，啊，这咱们得得着啊。金先生这俗劲儿，就是啊，像九龙那儿，嗯，买长途汽车票，干嘛？到六里桥了，哇，太长了吧这个！六里桥下车，嗯，倒300，嘿，坐到二环那儿，嗯，和平门倒地铁，奔学校就来了。金先生道真熟啊！到学校门口，我们大伙儿正做早操呢，啊，早操练字呢，正练字呢。哎呀，别提这字了，一人一个写字台，嗯，写着呢正，啊，嗯，金先生来了，同学们很热情，哦，推着字台都过来，你唱我这个，来，呼，回来吧。给金先生吓着你们啊！金先生不要着急，各位同学，嗯啊，金某人一定挨家的品尝一下啊！哦，金先生饭量不小，不着急，不着急。校长赶紧迎出来了，哎呀，金先生您好，您好，久闻您的大名啊！哦，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是蓬荜生辉啊，是茅房生财啊，茅房都刷漆了，知道吗？高兴吗？客气吗？客气，没有说茅房的呀，反正您来了太好了，嗯，给大伙儿讲讲话吧。哎，说两句。金庸站在这儿，各位同学。是，早就听说你们学校高人挺多的。可以，今天金某人来到这儿，一定要领略一下贵校的风味。哦，啊，还是吃。今天这样吧，与才子不可交臂而失之。嗯，金某有意出一道题，试一试各位才子。哦，不知校长肯赐连头？怎么样？你说我打算考考他们来。哦，校长赏脸吗？是。校长说行，哎，先生出题吧。多糊涂啊！怎么了？就不该答应人家，不是知道吗？怎么？那是金生。是他有学问，你弄得不合适，说你齁着他了，怎么都不合适。您这跟题有关系吗？这我说校长答应了，那开始吧。啊，金先生拿一粉笔头，嗯，啊，蹲在地上写诗啊，写了吧，写了吧，哎，不，干嘛蹲地下写呀？这不写地写哪儿啊？黑板上啊，黑板都做了字台了。哎，好嘛。全拆了，写完了，金先生一扶着，嗯，看着，春眠不觉晓，用手指不会啊？月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哼，
这形体还不错，这个来吧，大伙儿来吧，大伙儿瞧，这是露脸的机会啊！啊，这赶紧吧，别等着了啊！整个操场上呲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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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诗都不挨着啊！大伙儿忙活吧，完了，来金先生，您尝尝我这个，尝尝我这个，满没那诗什么诗了？金先生，看看我们的文章，嗯，你这个墨呀，研阴了。面稀了这个啊，错错啊，你搁这么些朱砂干嘛？嗨，辣椒多了，尝了400多份文章啊，最后到我这儿了，金先生拿起来汤汤汤吃完了，是眼睛直放光。怎么此篇华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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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是饭，您做那就是华饭、啊、知道吗？此篇华汉是哪位才子的文章啊？嗯，我赶紧过来了，先生，我写的是好啊，可称饱学鸿儒啊。嚯、哦，可能照此文章再摊一篇。哎呀，这话都说滚了都。区区不才，就是在下。嗯，这有何难？嗯，死了，来俩鸡蛋。熟啊，我给。看完了，您来哪个？来正尺的，来课本的。刚才吃的都是课本的，光要真值的吧？好，转好了。嗯，金仙一吃，美坏了，高兴了，鼻涕泡都乐出来了。什么喜子？这是，真是大才子啊！嗯，正夸着我呢。哦，金仙身上手机响。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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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着抢菜刀的。音乐吗？什么音乐呀、啊？这音乐吗？什么呀？金先生打身上，把手机拿出来。哦。喂啊，喂，嗯，靠，小灵通，拿这，嗯，喂，嗯，哎，对，我是，哎，这通了，哎，我是老金，对，喂，哎，是，我是庸子，是庸子，喂，这信号不好在这儿啊。移动电话吗？喂，喂，哎，这清楚点了，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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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我是金庸啊，好，好，谢谢，好，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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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好了，校长，这门口哪儿卖充值卡呀？好嘛。打一电话就没电了，没钱了，没钱了，这个 啊，刚才啊，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来的电话，嚯，在香港九龙那儿缺一个超等总理，嚯，你们这郭军德纲，嗯，饱学鸿儒，哎呀，著作等身，我认为他去挺好，啊，校长说好，您多栽培，嗯，我一听吓坏了，啊，这我能去吗？怎么了？他让我去那儿当一个超等总理，哎，这官可不小，谁告诉你是官，齁累的不挣钱？怎么呢？超等总理，我们跟香港。那儿你抄着那铲子总那儿等着，总也没人理，是吧？这么个超等总理、啊、我这干不了，这个干不了啊！那您也得去呀、啊！我不干了，我就不去。一天到晚，我爸爸总数了我啊！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的这么早起，这么晚就回来，嗯啊，一天挣不了100块钱，你疯了！大小伙子干点什么不吃饭？不像文化人干，非得出去念书去吗？咱别提这书了，行吗？啊，你做文章也不适合你这玩意儿。我都听晕了，这都是不是？你这手又慢，你知道吗？啊，你干点别的去吧。是，我认识曲艺团的人。哦，艺术你喜欢吗？啊、我说行，我能去。到那儿去一瞧啊，有梅花、京韵，哎，老亭，曲艺形式，西河。对啊，我的专业让我学京东。哎，好啊，我不喜欢这个。京东不错，我不喜欢这玩意儿。您学像董太、董湘坤？我不懂，不懂。刘文斌那套？这不这没有那不知道。京东吗？京东是京东，京东大国，京东肉饼，肉饼啊！这个就麻麻烦烦的，这曲艺团食堂干去了啊！我这么大的学问家，我从花大学的，我是啊，我不学这个。后来我爸爸实在没辙了，跟我也很伤心，儿子，往那边，什么都不知道，占便宜挺快的。你学吗？学那边学，教我父亲呢。嗯，哎，儿子，爸爸有的话你得记着。嗯，知道吗？你得往心里去。还是我呀？这几
挤兑人吗？这不是怎么挤兑你了？说这意思，我怎么都不行啊！您就别看我就行了。希望你成才啊，像爸爸似的，做一个武术家也是好的。哦，您父亲练武，大武术家呀，讲究高来高去，是啊，一身好轻功啊。哦、江湖上一扫听，我爸爸都知道，叫什么？草上飞。您爸爸飞贼。你爸才飞贼呢，草上飞嘛，灵巧啊，你看，你像这个，嗯，蹭一下子就上去了，轻功，那是，你看这灯笼蹭一下子上去了，上灯笼上没问题，没问题，又没有挡得住他的门，没有弄不开的锁，还是贼呀、啊，贼干嘛呀？怎么锁？助人为乐嘛，给人开个锁嘛，不管什么锁，我爸爸只要看看，弄根面条就痛快，嚯、哦，一包方便面，我爸爸能打开一个小区，好家伙！高来高去啊，知道都练过，功夫好。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都行，知道吗？没听说过。你看铁裤衩啊，练功武功嘛，有一个铁裤衩吗？啊，叫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这差不多这音哈，差远了这个。爸爸说不行的话，你就小武术吧。啊，你哥哥也闲着了。哦，哥俩都小武术吧。啊，那小武术您教我呀？啊，不成。怎么？咱们有规矩。哦，爹是干这个的，儿子小武术得教到外边去。干嘛上外头去？单找老师自己教不了。哦，跟说相声道理是一样啊。是是是。比如说我是说相声的，嗯，你也想学相声，我不能教你。单找一个，不是烧饼，你来教他。不不不不，先等。咱俩不是那关系，知道吗？那是多好啊！啊，盼着这个呢。就说这意思，自己教不了，得送到外头去啊！您就找别人学去。请了我的师傅。哦，找遍天下武林高手，谁能教？嗯，找吧。最后，嗯，找着我的老恩师啊。是这说话就说话，不用那么大身上了、啊。老恩师家住在北京城啊，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这个地名叫胡岭，胡岭。哎，我的、哎、老恩师，哎、对对对，行了行了、嗯，您说这地方我可熟啊，啊，知道哈。胡岭好像没出过什么大的武术家，那地方净出卖粽子。哎，一到夏天就有妖怪那推车啊，哎，金豆丢，紫柿丢，哎，卖这粽子。哎出这个，我带着蚊帐，我就扔你脸上。您在烫着我，多讨厌一说话啊！小市民，不是您这地方没有武术家，就这副嘴脸看见了吗？啊，欺负人呢！整个胡岭都卖粽子的，全是多。我的老恩师是一个世外的高人，嚯，和尚，哦，还是僧人，老和尚，出家人。哪，你见过和尚卖粽子？讨厌的没有，我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来，一进门、嗯、老师跟院子里站着正捋叶子呢，这个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我这就要见着和尚卖粽子了。你带着刀了吗？甭带刀了啊！讨厌吗？这不是捋什么叶子？问练功嘛，苇叶子练功嘛。哦，这胳膊谁要是练功破了，拿苇叶子缠，缠完拿绳弄好了吗？哦，胳膊也这么缠？对对，你不练这，你哪明白这个？这不知道啊！我父亲说明来意，哦、两个犬子托付与您老先生，您要多下心。好，老头点点头。嗯，好，嗯，留下吧。是。不像武术家的范儿，这行行出状元。嗯，干什么不吃饭？哦，不丢人，别听哪儿，早出去会儿，晚回来会儿，都有了。这什么词儿啊？这是教导我们练功吗？嗯，好好练啊！不过要想练的话，咱们要写下生死文约。哦，还订合同？就这一句话，我爸爸当时傻了。怎么了？练武术得写合约，谁家儿子交给我？嗯，小五年，小八年。哦，学徒期间私走逃亡，各由天命。哎呦，还写这个？说孩子跟这儿一出门，车撞死了，这个活该，白死，跟老师没关系。哦，老师打你受不了，扎河里死了，活该。可没老师什么事，没有人责任呢。哎呦，我爸爸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可是你说不写吧，俩孩子前头怎么办呢？是一咬牙，先生您写吧，写。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哦，还有香堂。哎，大案子比这个还大。嚯，摆上香炉蜡签都弄好了。嗯，后边高悬上我们祖师爷的图像。哦，您这行业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是谁呀？屈原。哎。
对，好，人家这行人合理，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讨厌，讨厌，纪念屈原嘛。师爷，这儿摆好了，来纸摊得了啊！我师傅看看我，我票写了，不是您写吧？写吧，要我替您写。哦，我写字有一套。你师傅不好这口啊！我师傅把我葫芦开了，嗯，研得了墨，添饱了笔，哦，举了这杆笔，是我师傅眼泪也下来了。怎么了？这个笔不落，这俩孩子命在，笔要落了，千斤的重担是自己的呀。那可不是。屋里边气氛很尴尬，嗯嗯，沉默了20分钟。哎呀，我师傅把笔放下了，嗯，别写了，怎么别写了？我不认识字儿。废话。写什么呀？我爸爸很感动，还感动，好好跟你师父学，哎，文武双全。哎呀，甭捧了，打这起好好学。爸爸走了，我爸爸一转身，啊，大步的出来，哦，一道火光直奔西南。怎么还火光啊？我把这大衣点着了。嚯，什么儿子这是？打这起留下，跟我的老师开始学武术。哦，练武了。武术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一上来练铁砂掌，嗯，不可能。哦，哎，一上来，比如说先练这个掌，也得再练拳。哦，最后了才学兵刃。最后是兵刃。对，先学这个掌，掌法很主要。是，哎，搬了一个大水缸。哦，水缸里面都是这个铁蚕豆。铁蚕豆，哎，都摆好了，拿着手往里边插，哎呦，肉手插铁豆子，嗯，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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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练这掌就练你这手啊。哦，当然一上来开始不能用这个，怎么？一上来用这个手容易受伤，慢慢来，先用姜米。有个问题，有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有石头子儿摘出去。哎，您这挑米呢是怎么着？练呢，这练成了再换铁的呀。哦，先拿姜米，拿姜米，这儿练完了，练掌，练这个，这是拳，练拳。哦，铁豆子，汤汤汤汤汤汤倒，打铁豆子，铁豆子砸碎了。哎呀，当然你刚上来你弄不了，啊，用红小豆。就这么打豆子，就这么揣它，知道吗？哦，为了锻炼这个掌面的摩擦力啊。干嘛？豆子里面放上红糖，揣豆馅儿呢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什么差不多了？这差不多了，知道吗？啊，这个拳掌都练完了，哦，要练兵刃。兵器老师给我们一颗齐眉棍，练棍，齐眉为棍，是大棍托在手中。哦，院中有一棵100多年的枣树，呵，拿起来，唱唱唱，哦，打三下，是放下，歇会儿啊，喘会儿，又抄起来，烫烫烫，打三下一歇，三下一歇，干嘛非得三下一歇？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好嘛。这是你们祖训，祖师爷教导我们的啊。师父告诉我们，好好练啊，知道吗？练出来就了不得了，小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知道吗？嗯，记住祖师爷的话，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你们祖师爷是谁呀？说这话，我说是，嗯，谢谢老师的教诲。哦，我太爱听您说话了。呵，听您这话，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啊，我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与他同归于尽。哇，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神韵。这就别传代了，这就。只指望跟老师一块学能耐，嗯，能够长进呢。是，没想到3年后发生一个小插曲。什么事儿啊？老师有一天下山啊，蹦迪去。对，哎哎，啊，怎么老师还干这个呀？不是蹦迪，他是见网友去，你知道吗？嗨，还不如蹦迪去呢。遇见了自己青年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哦，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老师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有，自己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雪来去如风，刀光剑影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5岁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哇！哦，这就跑了。他是跑了啊！我们哥俩很着急呀、啊。怎么了？千斤的重担担在我们身上啊！哪儿啊？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初5了。您得备货了啊！
是我们祖师爷的生日啊！哎呀，这行行行行了，甭念这个了啊！你得准备贡品啊！啊，每天跟院子里面，我们哥俩一如既往的啊练武功哦，忙得不亦乐乎，天天一天到晚没有一个闲着的功夫。咦，知道吗？哪有时间想别的呀？对对对对对，我还行了，真比划了。听着，是是，听着您这牙口也不错啊。嗯，这天我们正在练功的时候，行，忽听得有人击户，击户，小鸡子吃辣椒户，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人敲门呢。哎，您就说敲门，噔噔噔敲门、嗯、啊！开开门一瞧，哦，门口站一大个，谁呀、啊？啊，我是北京城前门外会友镖局的，嚯、哦，老掌柜的让我找您二位。哟，我说快进来吧。啊，什么事儿啊？说有一趟镖准备让您二位去保，嚯、哦，别人去不了。我一琢磨，你说这个日子口。忙忙的，这来人了就甭干了。时间哪有时间？哎，行行行行啊，行了行了，先说话吧。好，嘿，把这弄完了，坐吧。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哥俩得归着归着啊。哦，还归着。人家请来了，不能不去呀、啊。哦，我说哥哥，咱去吧。嗯，人等着咱了。是，咱们这锅端下来，把火弄灭了，弄灭了啊，省得着了。出到门来一瞧，哎，怎么了？您还准备车呀？来车姐，太客气了。哦，来吧，哥哥，上车吧。是，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啊。稳当，省得翻了啊。独轮车呀，啊，一边一个。对啊，拿你们俩当麻袋了似的啊，太小了。这尊敬吗？待客吗？什么尊敬呢？坐好了，大个儿把这套弄得了。哎呦呦呦，这车啊，上讲究，这叫独轮王不拱。拱到了前门外，来到镖局上，拱过去的门分左右啊，打里边老掌柜的出来，哦，带着这些个英雄好汉是欢迎我们，迈步往里走，定睛观瞧，迎面有一个二层楼，哦，底下沙土地，两边是刀枪架子，练武场，演武场啊，是是，老头拿手一指二楼，嗯，二位来呀，咱们楼上喝会子吧，我吃饭。说的简单，你怎么上楼啊？上楼吗？你要上楼梯可丢人了。怎么？人家一指着上边、嗯、你得旱地拔葱往上走啊。哦，瞧功夫。就是啊，嗯，急中生智，冲我哥一努嘴啊，嗯，干嘛？我哥一伸手探背膀，有打怀中掏出暗器，啪，哦，往边上一扔，我拿手一指，哎呦，老爷子有刺客！老头吓坏了，哎，这香来，哎，他往这儿跑，我一来，我哥哥来上楼梯来，啊。这么上去的，站在二楼喊回来了吗？啊，回来了吗？嗯、一会儿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了粽子？哎呀，你们带着他干嘛呀？你这上来，上来，上上上！嗯、啊，老头上来了，往这一坐，大排宴宴。哦，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挺丰盛。吃吧，嗯、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拧开了，小仓库这打开了。嗯，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哦、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干，接着干，接着干。这倒挺内行的。嗯，吃饱喝足，我说干，我辞了，别走。哎，这就走啊？好嘛，你老头真坏啊，怎么让走？废话，二位，咱们楼下过过号吧。过号，拿手一指，那意思还得从这儿下去。哦，再瞧老头站好了，啪啦一跟他下去了。哦，翻下去了，我怎么办呢？啊，嗯，我心里很着急啊。是，不信我哥哥站在楼梯口，嗯，这怎么办呢？这个啊，什么模样？这我一抬脚，腾，这个把我哥哥顺楼梯踹去。哎，哥哥，哥哥，你看这，好嘛。全不是正经八百下去的，合着来到楼底下，站在刀枪架的跟前儿。嗯，老头一指，两位，嗯，来吧，让我们也开开眼。哎，我哥哥一伸手，嗯，抄起来齐眉棍。哦，我给您练一趟齐眉棍。好，还不能练，怎么了？院子里边没有枣树。嗨、哎。枣树啊，这不行，这不行哈、啊！哎，这没有枪哦。这样吧，嗯，拿过一杆大枪来，是我练一套六合枪。六合枪，六合枪是最不好练。怎么？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扎这地方啊！这最难背，知道吗？啊，一不留神就背错了。呵，您太聪明了，那拿起大枪告诉啥呀，哥哥？嗯，你可别闹啊！怎么了？感冒还没好。嗯、知道吗？真重复了怎么办？哦，我哥哥说对，把枪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呢，
么这喘什么呀？他没练武来呀。嗯，我说老爷子，您见过刀见过枪，您可没见过刀枪并耍的一块儿来。今天我左手是枪，右手是刀，这可见功夫。让大伙儿开开眼，哦，一伸手打架子上边，嗯，抻出一杆大铁枪来，铁枪，呵，从头到尾实心的大铁枪，哦，一掉棍枪尖冲下，啪，搭着地上。老爷子，嗯，您给扶着点，哦，我去挑刀去，砍刀。老头俩手攥着，嗯，那边都是刀，都是啊。我来到这儿一瞧，还真有好刀。是啊，拿着手里边，刚要往外揽这刀，嗯，西北前天来块云彩，紧，哦，着咕噜咕噜一打雷，咔嚓一个劈雷，嗯，再回头一瞧，老头躺地这样。哎，让雷给劈着了，那是太搞笑了。男人找乐，我很喜欢这个游戏。什么游戏呀，啊，这是？他父亲老头纳闷儿，啊，这在哪儿啊？这是晕了啊！我说老爷子，这您不对啊！啊，您刚才这枪您没攥瓷实，你知道吗？还没攥瓷实呢啊！不能那样，要不咱们再来，再来。嘿，老头一摇脑子，说能，嘿，还外国话。我说这样吧，嗯，不看枪，咱们来把刀吧。啊，光练刀，一伸手按键，是黑风狂，嘡啷啷。刀，把这口刀抻出来了。好，今天给大伙儿练一手，嗯，让大伙儿瞧瞧我一阵八方藏了刀式。哎，哎，干嘛自杀来了？是怎么着？离不开这儿是吧？不是，嘿，没有，你别老围着这儿转悠，找不准藏刀式，藏刀式。哎，对吧？离脖子远点就行啊。挺好，挺好。嗯嗯。练完之后，老头很高兴。是。现如今有一趟镖，请您二位去保。好，来来来，后面咱们验验镖吧。哦。来到后院，我一瞧，咱明白啊，这叫暗镖。怎么叫暗镖？所有东西都暗中藏着了。哦。这儿都摆好了。什么呀？青菜、啊、香蕉、萝卜、茄子、倭瓜、蒜苗。干嘛到菜市场了？是怎么着？你哪懂这个去啊？怎么？就是暗镖。怎么叫？所有青菜打开了，里边都是金银财宝。里边白菜扒开了，嗯，有金子。嚯，倭瓜掰开了，嗯，有钻石。哎呀，瓜子嗑开了，有金子。这费劲不费劲呢？怕人知道吗？哎呦，这干这活的人怎么办呢？这个怕人知道吗？都装好弄齐了，甭管了，我们哥俩保着趟镖，您放心，错不了。哦，是。老头看着我，你年纪很轻，我先问问你，会喊镖胖子吗？这会吗？我这有什么，你听好了，您喊青菜辣青椒。哎，高峰能听了。行行行，还是卖菜呀，啊，你十几袋青菜吆出来好听极了。那还不容易呢，这个啊。吆喝完，老头点点头，太好了，就你这一嗓子，站在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嘿呀，我说这个通县那儿能听得见呢啊，通县有一卖菜的。我说废话，这会是哪儿啊？这不带连我词儿一块说的，我跟老头说的嘛。啊，打这儿出来，嗯，我们可就往北去了。哦，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嗯，南口青龙桥、康庄子，嗯，怀来县康庄子，沙河保安康庄子，下洛阳康庄子，就这儿扎下去了，怎么着？就离不开康庄子，这儿瓷实，啊，瓷实也不能老说呀。到康庄子，我饿了呀，啊！一推门，旁边有饭店，是哥俩往里一走，掌柜的出来，二位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对。广告词儿，哎，我这词儿那么熟的，这玩意儿那是老听吗？吃吧，吃饱喝足了，依，嗯，着我哥哥说，咱们跟这儿住。哦，我说别去，怎么？咱们呢，趁着夜晚天也凉快，咱往前走吧，赶夜路。呵，这一趟走下来这痛快呀！啊，走了20里左右，来到了密松林耳钉的哈喽。铜锣声响，原来是有了则了，还上口呢。打前面出来200名喽啰兵，压别翅排开，正当中出了一大个，哦，手里拿着一个大铁枪，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树给我留下采筐来。嗨，劫菜，啊，我哪能给你 啊？今天来的此树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嗯，俩人打一个准占便宜。哦，冲我哥一努嘴，你上后边去。哦，我哥到后边，我在前面，我们仨人打在一处。嗯，打着打着瞧出破绽来了，他一闪身，我大刀举起来，咔嚓一下子，斗大的人头在地上乱滚。嗯，我这心疼啊。心疼什么呀？我哥哥栽了。